人生有多少年？几十年了，真的没多少年。有时候觉得，好像经常人家说，哎，导师怎么最近变年轻了？变年轻以后还是有老的一天，是不是？你看那个谁，这个珍妮啊，歌星珍妮啊，她是不是看起来以前看起来很像洋娃娃这样，是不是？对，现在六七十岁了，看起来还 OK， 但是毕竟跟年轻的时候比，还是老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人生它还是有多少个阶段，哦，青年、中年、老年，是不是？出来一年，就是这样。但是在这有限的岁月中，我们究竟要如何嘛？究竟你到底要怎么样？是不是？这人生几何啊，它有很多种解释。不讲别的，这几十年中，给自己一个完整的交代。这世上又有多少人能做到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是不是？哦，你说年轻的时候，因为大家也搞不清楚，所以一直在追求追求。但是老年总可以给自己一个解释了吧？也不见得，那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去那个老人中心你就知道，老人中心都是抱怨多，啊、哦，为什么抱怨多？因为今生还有好多的课题没圆满。那为什么没有圆满呢？他总认为是别人的错，但是今生已经走到夕阳下山了。他觉得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那样，这一刻我应该抱怨。所以你说这个是不是就是观念的问题？他这一刻的抱怨又会促成他来世的诸多惆怅。所以这个你说人呢、啊，如果不提升呢、啊，他会一世不如一世，是这样子来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说人的几十年又怎么样？都会老。你说我前面讲的彭恰恰，几十年了，这一刻，好、哦，也是跟年轻的时候哦，几个阶段不一样了嘛，是不是？张小燕也是常青树了吧？但是也是人有几个阶段嘛，哦，所以。花无是吧？人无百日好，花无千日红的 X Y Z。所以，如果没有很长的时间在这舞台上，那每一天是不是很重要？很重要，每一天很重要。那就要想，那今天到底干嘛呢？过得好不好？顺心如意，究竟有没有？我问你啊，过去七天。七天里面的二十四小时，你都顺心如意的举手。你是在算数学吗？好，请放下。这就是一个指标。我不是要修吗？对不对？我不是要修。那你说这个，我过去七天二十小时是不是都顺心如意？不见得啊。那不见得，那要营造啊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，看穿了，其实就这么回事。谁能够保证自己天天二十四小时都是在极优的状态？没人保证。但是你要保证自己会用方法，这才是重点。所以精进很重要。每一天的起伏与否，看你精进息息相关。所以不知贵在精进，那就沦落于什么呢？生命地图里面的这个逃亡。命好，也许逃了没很久；命不好，天天逃，逃到下一次还在逃，就变成没完又没了。所以怎么办呢？还是在于我们抉择。你的心要还是不要？
那你就说啦，导师，你说要精进是不是？是。你说的啊、哦，要精进哦。是啊，要精进是不是？是。他说好拼啊，你自己说的哦。我每天都去参加精英会，够精进了吧？不再参加完精英会，精英会，还会留下来喝红豆汤。你以为什么汤？孟婆汤啊、哦？重点是，喵喵 GPS。哎，我是这么讲来又那么讲去，那么讲来又这么讲去，你要会懂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要讲个半天，你还是不懂，那真叫不倒翁，你知道吗？我要告诉你的是，修行没那么难，但修行有时候就错在观念，错在你的人生课题某一个地方卡住，卡紧。我上次已经说了，但是重点是，不要这个离中道太远，中庸之道。好、哦，你说我不练则已，我练我天天参加精英会，然后。天天去精英会搞个三天以后又没去了，这就是浪费时间，是不是？所以有的时候你说精进，这个时候要智慧。你有没有碰过一种人？这个说要修行，有没有？到处嚷嚷，有没有？回到家里说快点吃中饭了，快点，等我去赶精英会，我修行，导师叫我们修行，快一点，来不及了，快一点。有碰过？有没有碰过这种人？所以这一切的一切自己把关，了解吗？你骗不了人，你骗家人啊！我很精进，看我这么拼了，还对不对？当时的进是成绩的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没什么好怨天尤人，真的假的？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对不对？那何况于天地呢？好，所以呢，这个适当的调配啊，在于我们的智慧。那如果调配才是让你觉得真的不虚此行，那就是实练实证中你会自有答案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在上法世界里面讲来讲去，讲来讲去，有没有觉得很简单？觉得简单举手。你不举手，我会生气啊！好，你都说的啊，你自己说简单的啊，那赶快实修实练实证给我看，实证给我看。你说我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看？我自有方法，对不对？我总要有成绩单呢、啊，要我天天教个半天没成绩，我也很难交代啊。我很急于有成绩，好吗？好吗？讲到沙哑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，自我期许很重要，但是没有动作没有用，但是有动作没有办法 GPS 又没用。有没有发现真的很难呢、欸？一关卡一关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些东西就是我讲。100%的功课，你不能差任何一个 percent， 差任何一个 percent 就不到位。但是你说我全部要做没时间，那尽量嘛，是不是？总不是大家都是在同一个起跑点上，那总是要看怎么样突破嘛，就这样子。如果大家都那么已经成圣成贤，可能就不用修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在过去世里面呢，我们总认为好、哦、待在哪里就是修行，好、哦、做什么事就是修行，好、哦、念了什么经就是修行。就这会儿我才告诉你，那时候是大错特错。在日常生活中的调整，修嘛，调整，对不对？当然它有很多次第的解释，那我们至少先调整好，这是重点。